在肖家河附近的一条小巷子里，有一家开了6年多的粉馆，整条巷子就只有这一家店。今天燕然就约上了蓝妹儿去嗦粉儿。兰姐，你上次去会理离现在有多久了？小1年了吧。这个是会理黑山羊，首先看看桌上的调料，葱串儿，还有这香菜酱，还有他们的这个辣椒，所有这一切温了嘞。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啊，我给你看，好菜。别看这么一大坨，到了饭点的时候一晃就没了哈。没了。听到说这个泡菜是抢手货，蓝妹儿也先下手为强。兰姐，你是喜欢吃羊杂还是羊肉？它的羊杂、羊肉和羊肠，还有就是羊肚，它是单拼在一块。那可以三拼嘛？我呢喜欢吃纯肉的，所以我就要一个羊肉粉。老板，来，我们点一下吧。我们要一个小碗的羊杂粉，然后一个小碗的羊肉粉。哦，哎，你看他那个地方，哎，老板，你那边有铜锅的吧？对，你是会理的？会理的。哦，怪说不得，你看这儿铜锅摆了那么多，会理人开的，肯定正宗噻。第一次，不错，还不错。我是他带来的，朋友带来的。对，然后他这个羊肉又不膻，味道很好。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攀枝花也吃过这个盐面粉儿，然后我觉得这家是把那个攀枝花那边的那个就是凉菜那边的味道，就是比较原汁原味的体现出来了。一碗极致的羊肉粉，对于它的原材料那是尤为考究。这饭是你们自己煮的吗？还是都会你买的哦？就用大巴拉在饲养场，饲养场用三轮车。有个专门给我们拉50块钱汤，所有的材料豆瓣包括我们家外面的辣子都是会理过的。那这个肉也是会理的黑色羊肉？是。他家羊肉粉之所以好吃，还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醇厚浓郁的羊汤底。有羊油了嘛，有骨头，有猪肉，从8点起7点我都能熬去，起码9点钟都熬得出来，每一天天天都要换。每天都要用完，怎么打一套？不用完要倒了甩了，要换。就是坚持每天都是新鲜的。也是头天晚上喝了酒，然后早上就来嗦一碗粉，比较舒服，就汤底比较浓厚。然后香菜啊这些自由嘛。你觉得它的灵魂是啥子？就是会理的黑山羊肉。新鲜的。就比较舒服吃起。它的这个这个辣椒这个辣椒然后加了香菜，我没有加葱因为我个人本来也不是很喜欢吃葱但我觉得只要这两样可能就是灵魂吧这两样相对来讲味道重一点。你是不是在这儿会免费续加粉？不知道。对，不知道。冒着油猪猪的羊肉粉，粉粗带点韧劲儿。羊肉都是带皮羊肉，肥瘦相间，柔软皮弹。这是一定要多加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吃的。是，从小葱有3个是他们的灵魂，一个是这个辣椒面，对，一个是这个豆瓣酱，对，还有一个花椒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和我一样是不喜欢吃香菜和葱的，所以我自己呢就加这个胡辣椒，然后豆瓣酱可以少来一点，花椒，好啦，然后呢泡菜再来一点。用四川话来说，就是这个西糟泡菜，是莲花白切成细丝，放了剁碎的小米辣和米线一起入口，很入味儿。你这一碗喜欢吃香菜的和不喜欢吃香菜的全部都沉默了。很好吃，很鲜呢，没有那个羊膻味儿，很鲜。而且它的锅底没有加过多的盐味、鸡精味和味精味，所有的调料都要靠你自己来这里加，所以你刚开始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淡盐，但说明了他们的锅底是很实在的，对，很正宗的。其实就想喝那个汤，汤宽碗烫粉粗，一场口齿与粉的大战就拉开帷幕了。哎，所以一定要配着泡菜哈。对，所以刚才我跟你说的，到最后可能泡菜就不够了。这泡菜怕是还是要再来一点，简直不够。少了一个东西。什么？吃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真的喝得出去啊，我们现在的美食主持人真是喝得出去。所以啊，吃这个羊肉米粉哈，一定要加泡菜，一定要加蒜。嗯，哎呀，好遗憾哦，那个铜锅没有搞一下的吗？那个会里的铜锅，要不要下次我们再来？要的要的，我觉得留点念想。下一次我们就不吃粉，下次就吃那个铜锅，铜锅羊肉火锅，好吧？哎，就这样定了，来，可以，定了。哎呀，这个兰姐姐，上次我和她到这里来吃了米线，约定今天到这里来吃铜火锅，没想到到了我们约定的这个时间呀，她这个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我只好先进去等她喽。上次心心念念的吃了米线，没有吃这个火锅，铜火锅，哇，今天真的是，陈老板，你看给我又摆了这么多，真的太客气了，哎呀，哎呀，兰姐，原来你到了，哎呀，陈哥你好，来来来。坐，我还以为你没有到呢，我在门口抱怨了半天，说你迟到了，没想到兰姐捷足先登了。看一下哈，这个都是羊系列哈，就是对，哎，这个带皮的黑山羊肉，这是耳块，哦，会你的耳块煮进去了啊，神堂羊肉呢就只有后腿那儿那一坨，很少，所以这个肉质很嫩，辣椒粉好浓。好吃的，嗯，这小羊儿，还好我的同事里面没有姓杨的，哇，好好吃，全是生菜，皮包筋，没有皮包肉，哦，再个再说，简直绝了，绝绝子的绝，嗯，就算这样吃，一点腥味没有，这羊蹄。以前我不敢吃，嗯，我总觉得那膻味太大。嗯，今儿吃是一点一点都没有。对，忒好吃。它这个羊子是山上放羊的羊子，嗯，跟那你们这羊都是从会里拉过来吗？对对对。羊肉吃完之后，你还可以在汤锅里面煮点喜欢的蔬菜，荤素搭配，这一餐很完美。嗯，咱们这一桌得多少钱？人均的话，100多就，100多都吃得到吗？你看这么大一些，全部就是羊的系列哈，甭管是从羊的脑袋一直到羊的脚趾头尖尖哈，全部是一羊打尽。那么我们今天吃的这个人均消费100多，千值万值。是，那我们就继续开动吧，继续开动。好，哎。